妈，妈，老公，你回来啦！你怎么比我还快啊？咱俩都没你妈快。我跟他说我今天不去他那儿了，他就知道肯定是你要回来了。哎，能不能跟你妈好好说说，让她别趁咱俩不在就自己来，来了还归着屋子还做饭，搁谁有个田螺丈母娘，谁也消受不起啊。我说了呀，他就从每周4次变成每周2次了。他是怕咱俩点外卖不健康，反正他跟我爸也要吃饭，他就来这儿做了之后呢，拿回去点儿，更麻烦。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问题，朱小琴，你都30了，你还要让别人伺候你到什么时候啊？结婚成家，你觉得你自己成家了吗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是跟你成家了吗？我是真没觉得，你真的觉得自己在家住过吗？我一出差一出门，你想都不想就回你爸妈那儿，你从精神上就没离开过他们。我有时候都觉得，你不是没成家，你是没成年。哎，不就我妈来做几顿饭吗？你至于说话这么难听吗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检测报告是昨天，怀孕值可能是8号。反正一个月一次，好算。干嘛这么阴阳怪气的？那咱还要吗？随你吧。要不？要不先别要了吧，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行，明天去医院，未成年当什么妈？小琴，这次出差我给你买了个礼物，你看多可爱啊，多像你啊。